嘿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这是志兴啊。今天回答一下关于有些关于减重、减脂、减肥的一些的问题。OK， 第一个问题我是志兴。OK， 第一个问题啊，常常被问到的是，教练，我有水肿啊，我们是肥啊，我有很多水在里面，我身体里面啊是水肿啊，不是肥，那我还是可以减肥吗？对，你还是可以减肥啊，可是你要喝多点水啊！哇，我里面很多水啊，为什么还要喝多点水？不是积累更多水了，对不对？一般上啊，我们需要水啊，我们需要水来for transportation， 就疏通我们的食物啊，或者是来做一些的排毒啊，还有我们需要水来增强我们的代谢力 ，OK， 我们代谢力 metabolism rate， 啊，人体的代谢力，或者是消化能力，啊，都是要水，因为我们70%以上啊，身里面70%都是水，所以要怎么减少我们的水肿啊？5-8%，你的身体的重量，如果你是50公斤的话，你差不多要喝2.5到5毫升的水，哦，2.5到。5000毫升哈，还是 2.5 to 5 liter， OK， 就是5000毫升还是5毫升啊，就是那个大罐的水啊，外面你看到那个 NDC 那种大 1.5 啊，你喝差不多4罐，就 1.5 嘛，3罐多啦也是可以。然后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的产品啊，有奥美加三对什么有好处？奥美加三是fatty acid， 就是脂肪酸啊，脂肪酸。为什么我这样肥，我还要吃脂肪？OK， 我们的脑，我们的心脏 ，OK， 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的也是一些的部分啊，是有这些的脂肪酸来组成的。OK， 我们的脑。我们的眼睛里面也是由心脏也是由是这些脂肪酸组成的，我们很需要奥美加三 ，OK？ 为什么我们需要奥美加三啊？这个是一个你要问神啊，这是一个我们都需要的，可是我们摄取的是比较多奥美加6 ，OK？ 奥美加6，所以需要的是奥美加3，需要的是奥美加3啊。我们人体啊缺乏的啊，我们少摄取的奥美加6的话，很多的加工食品都有，奥美加3没有。OK， 奥美加3啊，对我们的心血管、对我们的脑、对我们的眼睛，都有好 workout pause 很多很多的益处啊。OK， 很多很多的益处。Workout resume。就是它也是有帮助我们，排毒，另外一个也是有帮助我们，好像我们的血液 ，OK， 血液循环或者血液阻塞的话 ，OK， 阻塞没有那些脂肪，它都可以帮忙去除。啊，我们在上也是可以有更好的皮肤，啊，更好的皮肤，何乐而不为啊 ？OK， 这是自信，有问题。尽管问，关于瘦身的，我现在下山了，下午的塔，小塔哇，这边也是有人啊，有人在。Workout pause。有人上来，华为五只有我一个人上来。OK， 谢谢大家。Workout resume。谢谢，欢迎听，这是自信，祝你们愉快一天。